子取款就不用把所有的银行卡都放在皮夹子里面，然后直接人过来就可以取了，万一卡带出来掉了还要补办就特别麻烦。可以避免了就是犯罪分子利用我们 ATM 机啊安装那个盗刷设备来窃取我行客户资金的这个隐患。那么从银行服务这个角度来说呢，是可以进一步提升了客户在我们农行办理业务的一个便捷性，还有从客户账户资金啊信息啊还有账户信息安全性上面进一步得到了一个提升。